大家走。然后现在要出门去找小指他们。小指。对啊。指指。然后我们约在一中街那边跟小指他们碰面。现在开车出发。哟。现在开车去一中街，外面现在天气有点阴阴的，希望不要下雨啊。刚刚看他们的讯息是已经在火车站集合了，我直接去，他们说要去逛一中街，那我直接去一中街那边集合。我现在已经停好车了，要去找小子他们。哎，这边有没有？其实听台中公园的停车场。然后再走路过去一中街就好了，不然一中街那边的那个什么停车位一定都是满的。对啊，你看，看我眼睛，走。百元贩卖机变成一个店面，一整间的都是百元贩卖机吗？等一下过去看看。准备吃牛排了。哦，我已经跟小子他们碰面了，但是他们这群人都不入境，yeah. 没有一个入境，然后只录声音可以了吧 ？Hello。Hello。你是吃牌吗？那没有，是吃牌，他有这边嘞，他有这边、yeah. 啊，他们都不入境哦。哇。内向害羞，太内向了。这个晚上对，你会拿这个东西？你们俩是这个，你要说哦，你会了，他终于会了。那个嘴巴。吃完了，然后这间有没有？我们看到这个，千万别来。好，我们的评价是一，一起来尝试，一次就好，一次啊。你总是要踩个雷区吗？点了六份，没有一份觉得 OK 的，六种不一样的食物。好，那盖饭吧。啊，盖饭，我唯一盖饭好。就是牛排店不能吃牛排，要吃饭就对了。那他们口吃这样吃。好哦，下午我不知道了。哦，对，我想吃胖老爹。胖老爹，我家那边有。没吃胖老爹，我们学校就有。你们学校也有呀？餐就有，餐就有。然后你们那之前网红胖老爹，想要奇怪为什么我家那边有一间炸鸡店，都那么多人在排队，我每天回家炸鸡店，哦，怎么那么……肯德基、麦当劳。对啊，怎么那么多人排队哦？哦，原来是现在网络很红的胖老爹。现在来装有吹冷气了，好凉哦，好开心哦。哎，你这是大法师，不是我们教你的，好吗？胖虎兄，小屁孩冲过去了，冲过去了。去玩了，我不给你钱。
回去啦，刚在一中街逛一逛，然后又去东游晃一晃，后来出来就下雨了，没地方，就没有办法继续晃下去了。然后现在我要先回去了，小史他们先去红甲 check in， 然后等那个 baby 阿力下班。希望红甲那边不会再下雨，没下雨的话就再出来晃喽。现在吃完晚餐啦、啊，我们要再去冯甲找小子他们玩喽。先冯甲应该没有雨吧？刚雨，台风雨下超级大的，没有视线。对啊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再去冯甲找他们，他们已经住好房间了。那我们现在去冯甲找他们了。现在到冯甲这边啦、啊。我们要去找小子啦，小侄子。对。前前说叫来这间店逛。太好了，来到逢甲这边没有下雨，所以现在。在逛着，这还是有点闷的。好，四处都是百元鸡啊。好，非常的泛滥，它跟那个夹娃娃机一样的，非常的泛滥。看到一个很帅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断手！看，还有菠萝啊！现在有人要挑战贺百货，又要挑战了。这是准备清台的节奏吗？所以是要先按吗？都可以，哎，先按。好，按确定。按确定 ，enter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看一下，轻不轻？有重量吗？很轻松，很重，很重的就是耳机。耳机啊，这耳机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的感觉，还可以。还可以啊，再谁要挑战？再考虑。好吧，那我们上来。再看我吗？小班加油！啊，好重的感觉，好重哦。好重的感觉，是什么？记事本，哎，不错，记事本可以。那个再生纸的记事本。智慧奖，现在是第三抽。没重量。对，没重量的。零钱包啊，一个卡仓的零钱包。科技的卡森，这个是第几抽？第四抽，小子，第四抽小子。这个大概有。好，小子抽23号。给我的号码。23号，23号要清牌吗？好轻哦，有人说很轻哎。哦，耳机，台风的耳机。iPhone 耳机照一下呢，给你换吧。这个 iPhone 耳机好像比较贵哈。我的 iPhone 啊，给你换了。有人互相交换了。还有没有交换礼物了？交换礼物了。第五抽。没有 iPhone， 剩一个。清他，清他，23号清他。23号清台是吧？23号清台。
重的。三个也剩一个。是什么？是吧？计算机吗？挂的，还行。三号的，请三号。哦，好像还不错。充电器的。我们的阿成要清三号，三号也是剩最后一个。就不要出了，知道吗？那怎么搞的？阿成要抽第三号了。三号，左下角 ，Enter。哎，你有按了 ，Enter， 很重，这掉下来很重，嘣一声，跟这个芊芊一样的声音。有点重量。什么记事本？不是，哎，这什么项链？金的哎，金的哎，孔金的项链哦。这是金的吗？应该不是，不可能吧？这不是，我摸起来不是金的。不可能啊，怎么可能？感觉轻轻的，可以还可以，有重量。啊，有重量还是有重量。好，有重量就好了。没有台可以轻的。好，今天的喝百货。baby 是哪？很适合。对啊，到这边结束。芊芊要转扭蛋机的扭蛋，自己投，一边投三十，知道吗？东西要不要给我？你先要看一下扭蛋机的扭蛋，我们还是什么？好，你要不要打开？你要不要打开？还有胶带。这组人在扭那个大逃杀的绝地求生的扭蛋。啊，捡到什么枪？捡到什么枪？捡到配件呐、啊！捡到配件了。是什么枪？来吧。捡到什么枪？哎呦，有八倍镜啊！八倍镜啊！有八倍镜啊！八倍镜，有镜的就是有镜的，有镜的要按，应该是这一把。八倍镜要套在散弹枪上面。应该是这一把，你们忘了怎么讲？对，是小杠还是？是小杠啊！八倍镜要套小杠，是小杠哎！小杠为什么要把一个近战的武器，然后套一个有？扭一颗出来。套出来。来，看看。什么？看，红色的、哦，转过来。红色的扭蛋机哦，你要跟你的小等人玩哟、哦。那、啊、你壳要吗？你壳要呀、哦。你壳不要，可以丢这边的。爱、啊、要的话就带回家。壳可以放这边。哦，好，他要。哎，要就丢。嗨，我们从逢甲回来啦，然后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是小紫。送给芊芊的礼物，好赞哦！3D 的拼图，然后还有公仔。对，那谢谢小紫来找我们，然后带了一些小礼物给芊芊，这样子。要讲谢谢小紫，谢谢小紫，谢谢小紫。然后这个是百人抽的。记事本，今天的战利品，然后还有这个，本来说要今天要开箱的，到底开这只到底是什么？来拆这只。哦，那个啦，女警察。哦，女警察、哦。嘿，女警察耶！好了。今天的布拉格就到这边结束啦，说跟大家说再见啦，再镜头，拜拜，再镜头。